嘉敏，咁早嘅？唉，做咩啊？上一堂老师讲咗好多有关国画嘅流派同埋发展过程，一啲都唔简单啊！我觉得自己会画唔到啊。咦？做咩气氛有啲怪怪地嘅？嘉敏担心画唔到画俾佢爷爷做生日礼物啊！哦，唔使担心，我会好好咁教你哋嘅。不过都要你哋嘅努力练习先至有好嘅成果噶。今日咧，我就教你哋落笔画啦。所以畫之前，我哋就準備好啲工具先啦。一般最常用嘅工具有毛筆、墨汁、宣紙、顏料等等。如果用到墨條磨墨嘅話，就需要用到砚台。首先介紹下毛筆啦。毛筆咧有分好多種嘅，因為長短大小唔同咧，仲會有分唔同嘅質料。毛筆的質料有羊毫、狼毫、兼毫等等，因為形質的不同，實際用起來都有不同的效果。例如長鋒比短鋒難控制，羊毫比狼毫含水性高等等。一般初學者可以準備四支毛筆。首先是勾線筆，是勾勒線條的時候用的。第二支是大狼毫筆，用来画较粗的线条。第三支是尖毫筆或者羊毫筆，用途最广，可以染色，可以宣刷等等。第四支是大羊毫筆，可以画大范围的染色效果。至于其他筆具，就可以按个人的喜好而定了。哇！估唔到畫國畫嘅筆都有分咁多種嘅喎。慢慢你就會知道唔同嘅筆嘅特點同埋用法噶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可以介紹下墨汁啦。市面上有唔同類型嘅墨買，其實都可以用，只要適合國畫嘅就可以啦。如果要使用研磨嘅墨汁，咁就要準備墨條同埋砚台。墨條一般有松煙和油煙之分，適用於畫畫的就是油煙。如果是一支好的墨條，在經過水研磨之後，浸水的一面依然是會平整不變形的。接下來就是講宣紙了。國畫用的宣紙有分生宣紙和熟宣紙的。紙也有分生和熟啊，這麼有趣的。其实生宣纸是指没有加工过的纸，吸水性高，比较难控制，画画就是用单宣的。熟宣纸即是加工过后的纸，用矾水擦过，抗水性比较强，多数是用来画工笔画。元代时候，因为宣纸还未普及，所以你们看到流传下来的画本多数是绢本，而绢本也都是有分生和熟。咁我哋畫畫咧係用熟卷嘅，而國畫嘅長度係用尺嚟到計算嘅，好似四尺、五尺、六尺，如此類推。除咗頭先所講嘅基本工具，我哋仲需要用到水盂同埋白瓷碟。水盂就係裝水嘅器皿，如果冇就用碗或者茶杯都得。瓷碟就是吊到水墨的时候用的，至少有两至三只，如果着色就要用更多的了。有了前面介绍的工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画画了。中国画的技法也就是用毛笔画的线条和墨色互相配合的技法。国画技法所讲的就是用笔和用墨的技巧。用筆即是用毛筆畫出來的點、線和面，而線條就是重要的部分。用墨簡單來說，即是墨色的乾、濕、濃、淡。只是說筆和墨也好像很複雜的。簡單來說，用筆方式有兩種，一種是中鋒，一種是側鋒。筆鋒垂直於紙面的就是中鋒，而筆鋒傾斜於紙面的就是側鋒。中側鋒原本是中國書法的名詞，而
因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原本是相通的。认识了用笔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作画了。画画的过程不外乎是勾、顺、点和染四个步骤。勾即是勾勒轮廓，在勾勒的线条里面依然是要保持墨色的浓淡变化。顺即是以长短宽窄的线初步描绘出物像的空间和明暗关系。染即是用淡墨或者色彩渲染，为了强调明暗和空间的关系，可以多次反复地渲染。点就是山水画重要的技法，用墨的最后处理有著总结的作用。中国画在题材和表现技法上面都是多种多样的。中国画以笔墨为基础，以线为主体，墨色或者颜色通过线而发挥，从而形成抹骨、重彩、淡彩、白描等等的表现形式。中国绘画概念里面，墨亦是颜色的一种，亦有浓淡深浅的丰富层次。以画树为例，第一是树干的画法，第二是画树枝，第三就是夹叶点叶法。第四就是杂树组合。而画石就是第一石头的画法。第二就是画山。第三是皴法，第四就是流水，最后第五就是三院法，即是表现空间感的技法，分别是高院、深院和平院。画啦，画极都唔啱。我送个第二样嘢俾爷爷算啦。嘉敏啊，唔好咁啦。啱啱开始画国画，一定会遇到困难嘅，就好似水墨嘅控制啦，同毛笔嘅运用咁噶。呢啲都系初学者一定会遇到嘅问题嚟噶。我哋咧要长期咁实践先可以成功噶。有时仲要运用到想象力同埋记忆力嚟到创作嘅。最重要嘅系可以训练到我哋嘅意志同埋耐性。要画好一张画，我哋系唔可以半途而废噶。就好似做人咁，一定要不斷努力才可以成功㗎。